在家里面真的会看得到照片，说话就是回忆那种出去玩的。哦，会。会看着你，就会很多嘛。所以想在家里面，所以从头呈现怎么样？什么东西？呈现什么样子？什么样子？呈现什么？他在追剧，我就只是在客厅看电视啊。你家里都没有互动吗？这样会欢笑。欢笑。对，然后看到感动的，还是会有点流眼泪这样子，感动。各自都笑，是是是。会看同一部影片，然后欢笑，然后一起感动。他们觉得你这样会不会少一点浪漫感？家里面还是不需要浪漫。又不是24小时坐在这边看电视，对呀，平常当然除了工作之外，就是全家一起出游，不然就跟家人聚会啊什么。对，那回去的时候，如果当然不要让小孩子看电视，可是如果因为他有一些教育寓意的功能，所以就是对会选择性啊，不可能24小时坐那边。对，那其他的时候，其他可以，比如说他可以放辨识中灯啊，或是他自己在自己房间那个照明，对啊，他不是说灯都是一样，他会调暗啊，调睡眠灯啊什么这样子，对，没有人24小时都坐在那边，对你也不会24小时一直滑手机啊，对。那你觉得家里面谁是比较严厉的那一方？对，管小孩，你要承认吗？承认，好吧，我承认是妈妈比较严厉。是妈妈吗？小孩黏妈妈。对，可是我是唯虎妈啦，就是唯虎妈，就是当然就是看起来很凶，其实是很可爱小孩，不会到那么严厉。但是该纠正的不对的行为的我就一定会纠正这样。是，哥是女儿傻瓜。女儿傻瓜是不是女儿傻瓜。是女儿的努力，没有啦，就是因为大家都会疼自己的小孩，而且特别是女孩子啊，对啊，那当然比较顺，我也比较顺从她，那妈妈可能会比较这个严格一点。我虎妈就是骂完之后，我自己还是心有点痛。所以这样子，他平常看电视的时候，那每天可以在那多久，或是？我们会有时间性的，对，就是比如说放学回来的时候呢，吃饱饭，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，然后去看今天他属于他想看的影片，对，有卡通啊，陪他看一下卡通啊，然后看累的时候呢，帮他洗澡，然后就换妈妈追剧的时间到了，对，看爸爸的节目，爸爸就看综艺节目，但是他就是对，等妈妈看完自己想要看，然后再换爸爸看这样子。那我觉得不会叫小孩看，看我自己的影片。他平常看我已经看了，对，就这样。其实小朋友呢，因为5岁，大概知道父母亲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职业这样子，所以他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他也不会不足为奇，在天上看到我们，他也不会觉得说啊，怎么会出现在电视上？因为他慢慢的，他们已经开始认知，说因为他爸爸是这一块，因为常常走在路上啊，对，因为以前的时候，爸爸他为什么会叫你？怎么那么多人都叫你？你朋友很多的。那后来他就知道爸爸是这个综艺天王啊，没有，爸爸是艺人，爸爸是公众人物这样子，对。他不会说他也想要成为明星吗？他想要成为明星哦，他是很喜欢跳舞，他很喜欢音乐，有一点这个得到了遗传，遗传到爸爸的节奏感，然后遗传到妈妈的歌声感。对，那我觉得小孩子就让他自然成长嘛，像刚刚浩哥说的，小孩子喜欢什么你不要给他受限。让他去学习，去求知这样子。那他会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国语跟第一次能上市的心情，你有没有什么期待？对，我还是比较激动的，因为那以往呢，我都会拿妹妹的红包钱，然后买公仔的礼物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我一份你要3份，对不对？就会轻轻的送上来，欢迎他的礼物，然后其实一家人都可以和乐的使用，然后就送我这个。
太好了，太棒了，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礼物。对，那还好，那我就送的安心多了。OK。昨天，对，做梦的事。好了。